你怎么知道我大？讨厌！别搞啊，小姐姐。啊，没有呀。你在说什么东西？我没有听懂。你听不懂还是不想听懂呀？哦，我听不懂，小姐，你在说什么？别搞啊！我没有说什么，好，玩这个好不好？啊，你玩什么都行，你玩带空的吧，好吧？啊，都行。哎呦，我刚秒选了。这是你的号吗？你说的时候，这个是我姐妹的号，我哦，的号那个什么，你英雄不太多。好的，哦，好的。哦，我去办办看看你啊，看看你。好呀，你的办办 ID 多少来着？我的爸爸 ID 7100171905，七幺零零幺幺七幺九零五，七，前面还有个七是吧？对，1001719050110071905。啊。哦，看到你了，你叫倩音是吧？对，我欠个你。哦，如果你来了，我就把前面那个字去掉。你这上面也没你照片呢，你想看我照片吗？还好吧？你为什么都喜欢发这种生活这动还态好呢，吧？小姐？我的啊？日常呀。那你不想看我生活动态，你想看我什么呀？你是二次元的小姐姐吗？看你挺喜欢二次元的，啊。我喜欢看动漫，但是，我是学跳舞的。哦，你学跳，你还学跳舞啊？学什么对舞呀，啊？就那种劈叉一字马，你懂吗？就哦，劈的很大的那种。你跳的什么舞种啊？啊？跳的什么我舞跳种？街舞。你跳街舞啊？对呀。看你这个气质，不太像是跳街舞的呀。谁说温柔的气质不能去跳街舞呀？哦，我是可甜可盐的类型，你懂吗？哦，哎呀，哪里的？我是陕西的，西安的。哦，陕西还有这么声音这么好听的小姐姐吗？那你是哪里的呀？我杭州，我在杭州。杭州还有你声音这样好听的小哥哥吗？还好吧，还好。啊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小哥哥，你平时做什么的呀？我做啥的呀？我打嗯，工对的，呀。我滴滴司机，今天放假，所以说打游戏啥的。哦，对。滴滴司机好呀，我觉得一般就是车技很好的人才能去坐滴滴，这样才有人敢上你的车，老你懂司吗？机了，我跟你说，小姐，有机会给你表演个车上推拿吧。车上推拿。啊，车上推拿，听过没有？你不会是要让我上了你的车，然后把我推倒拿下吧？在说什么东西呢？哎呀，脑子里面想什么，人是什么样，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什么样的，虎狼之词。没有过分，主要是你的车速有点快，我感觉，哎呀，我有点受不了，我想下车。这才哪到哪，懂吗？我厉啊！害的大宝贝，你还没试过呢，小姐姐。这才哪到哪，别搞了。这个大宝贝是你的吗？好大！开他始刚刚吧，想顶我，小姐姐，你幸开，亏我没过去。小姐姐，你开始暴露本性了，没有啊，这个牛头好大，哦，这个牛的基础很大。哦。听起来怎么说怪怪的？听起来怪怪的。啊？嗯，怎么啦？你小时候没放过牛吗？我小时候放牛，我家牛基础可大了。哦，哦。你要是需要我，我就从下路到中路去帮你。你可以叫我。我不需要，他干啊？不过我。我还没说完呢，那你就拒绝我了吗？拒绝你咋的？太难了。
被我拒绝的女孩子太多了，小姨，你算哪一位？啊，我想成为被你拒绝的下一位。嗯，好。我不怕你拒绝我，真的是。啊、你说平时被你站礼拜礼拜站，拒绝多了，都已经习惯了。嗯，像你这样的，那征服你不是有那个挑战性吗？哦，不是有成就感吗？哦，这么狠。哦，那必须。哟，你警告啥呢？警告你死了都，你跟个鬼一样的、哦。厉害啊，兄弟，看来你真的不需要我。那怎么会需要你了？我点个小姐姐，就今天放假嘛，点个小姐姐聊聊天而已。聊聊天，你只想和我聊聊天吗？那不然呢？不聊聊天干啥呀？就聊聊天嘛。你不开车带我一圈吗？开车，我滴滴司机都有车，你还不让我上车？那你要给我下单呢，你得给钱呢，不给钱你想白嫖我？我靠！我没有，我怕我在滴滴上下的单不是你接的，不是我接的单我都不做。你可以，我是那种开专车的啊。啊？我一般都打拼座，你开专车，你不会是嫌弃我吧？哦、你一般拼车是吧？我，对，我从小家境比较贫寒，我给人家那个什么？你这怎么是贫寒？洗碗为生的。你这个是属于是会过日子，啊、好吧？你喜欢这种会过日子的吗？过日子哪个男孩子不喜欢？是个男孩子都喜欢会过日子的。来啊！会过日子。这谁呀、啊？不好，本来这牛头死了。我们压力有点狠了。我吐了。本来这牛头死了，我是你哥。嗯。他是不是看起来好大一坨？你也不知道怎么下锅、感谢星星送的一个火箭，兄弟们大气走一波。感谢星总送的一发大火箭。哦。小姐哪里的？再问，你再问我就是你心里的。哦，你是陕西的是吧？啊，你这个人不行，我要让你把我记在心里，这样你就不会再问我是哪里的了。嗯、小姐姐多大了？小姐姐，我挺大的。挺大的，挺大是更年期到了你，啊，我靠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要是喜欢我也可以，哟，我觉得我行，我可以试一下。我溜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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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别搞，我操！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我溜了。这个鳄鱼好像是个狠人，溜了。猛男。好像打不过他。那你没事可以来下路看我呀。下路，下路看情况吧。能抓我有情况了你才来吗？能抓我就去下路，不能抓我来你下路干嘛？小姐，小姐多大了？多大了？我今年22岁。22岁。嗯嗯嗯。嗯。怎么啦？你多大呀，苏哥哥？我多大呀？嗯，我18岁。你18岁？哎呦，你小姐声音有点大啊！我丢，声音可以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的年轻。现在呢？声音可以放小一点，声音有点大。现在呢？炸耳朵跟你那个声音，平地一声惊雷。那你走呗。啊！你怎么那么快？你等我，你等我。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哟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个有人踢了，有人踢了。你能翻这个墙吗？我可以的，小爷，你放心。我溜了，我弹弹弹。疼疼疼！我翻翻翻，我翻我。我够不到你。我为什么翻不下去呢？这个墙。不知道，真的有18吗？嗯，你看，咋了？整个游戏里面只有我们两个死了。那没办法。这家
叫生儿同生不能同时，死而同穴。哦。哦。打游戏好专注哟。那打游戏不专注，那干啥呀？那不然呢？除了打游戏，不是没有别的爱好。除了打游戏之外，就赚钱啊，工作呀。开车。那不开车，你养我呀？啊。我洗盘子养你。你洗盘子？就你这个，就你这个身盘，你还洗盘子呢？那老板都不会要你的。嗯。小姐，西安哪里的？我是那个什么烟台区的边边上的。哦，烟台区，烟台不是在山东那边吗？烟塔，就那个大雁塔。哦，大雁塔是吧？哦，大雁塔。啊、嗯。哦，懂意思。哦。干啥呢，哥？你很骚啊，你小伙子。先吃口水。骚的都得死吗？来了来。没人上呢，哎，兰博犯病了，哎，这兰博是不是在警告你？这个兰博是不是犯瘟了？怎么突然站着不动了？这个，嗯，我感觉我们下路被放弃了。哦，嗯，大爷也不来了。打 AD 吗，小哥哥？还好吧 ，ADC 玩的还行吧？怎么了？嗯。没怎么。我想跟你。你想啥了？我想你，跟我一起。哦，你想我打 ADC 是吧？啊、哦！太聪明了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可以啊。看吧，看你这把玩的怎么样吧，玩的好我就跟你走一波下路。真的吗？啊，那你答应我啦。你现在零杠一啊。我刚刚为了救你。啥为了救我呀？为了跟你死一块儿。我为了跟你合葬。哇，你都三杠一了，我感觉我配不上你。干他呀，干他！哎呦，大雁塔里面有大雁吗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啊，没有。我一听到大雁塔，我就想到了《梦幻西游》里面那个大雁塔。玩过那个《梦幻西游》吗？我玩过《大话西游》的手游。哦。怎么办呀？我一定这就走了吗？太狠了。哦。嗯、哦。溜了溜了。相当于我的塔。小爷一杠二了，还行，拿一个头还可以啊。嗯。我这是努力的，为了配得上。嗯。老发出那种啊的声音。最近这个得病了，咽喉炎犯了啊！咽喉炎犯了。哇，你这么，我觉得你这个烟嗓挺好听的呀，怎么会得咽喉炎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抽烟的。抽烟抽多了。我不抽烟。啊，你不抽烟？啊，对呀。那你现在像我这种不抽烟的好男人太少了。嗯，我还没觉得，就是哥哥哪里有特别突出的地方。突出啊，特别突出的地方哪能给你看呢？你这话说的。我，这你特长一般不展现给人吗？嘿嘿，300块拿来。嘿嘿。下路有技能没有，小姐？
翻墙。下路 AD 没大了。A W 消闪不杀，江湖规矩。哇，你中塔都退了，我还说我们把下塔退了，我去帮你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还没过年，你老是给我磕头干啥？没有红包啊？我溜了。要回家。这牛头吓我一跳，这牛头，我靠！他已经把下路放弃了。下路是优势还是逆势啊，小姐？我感觉是优势。现在彻底是优势了。那下路还可以啊，下路玩的还可以。嗯，这算是在夸我吗？我从不妥协。夸你，夸你们。真的呀？好开心。当不是还很高冷，瞬间就夸人家。来了。他妈应该死了，在你去的路上。这一波起步双杀，哎，他看到我了，操、哦，我吐了。啊。那我就送你回城吧，小小兰博，300块拿来。那我就送你回家吧，龙女。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300块拿来、哦。他流血流死了吗？对，他流血流死了。你送他们回家的，我们游戏打完了，你可以送我回家吗？送你，我送你回七天，我送你回家呢。我都说了，今天下是那个放假，不开车了，还送你回家？你在西安，你在那个陕西，我咋送你回家呢？骑单车我也不嫌弃啊。我在杭州，你在西安，骑单车送你回家。你在，你是不是犯病了你？怎么就各回一个家呢？我可以回你家呀。你别搞啊，小姐，不要搞这种。别搞。哎，爸爸。你是不是犯病了你？小姐。对，我犯病了。一遇到你就感觉。现在有点那个什么，有点小兴奋。哦，嗯哟，我在往咱们那边赶过来了。来了，老弟，溜了，溜了溜了溜。兰博在上路，那还好，不用慌。兰博在上路，不用去了。借你来看我一眼，然后什么都没干又走了。啊，不用着急。再来一下呗。啊，不用着急，你下路打得过我，没必要来了。不是，抓不抓人无所谓，我只是想让你来。想来干啥呀？看我呀。嗯，看你，你翻翻上也没有你的照片呢。看你，等会儿答案发你好不好？想看哪类照片？生活照吗？都行啊。还有大头贴啊，大头贴都是那种有呀，十几年前的了，大头贴，几年前了？几年前？那非主流时期喜欢拍那个大头贴。这十几年前，我也不觉得你有18呀。哦，我摊牌了，其实我也26岁，小姐。哇，哇，上面都说26岁的人跟我最配了。干嘛？啊，没事。哎、他撞我！哎，这过来，能来吗？像你这样的小姐姐，我能打10个。你在阴，你是那个阴阴怪吧？你是。
怪的。啊！天哪，对面太猛了！别夹着个鼻说话啊！都22了，你都22岁了，你在现实当中这么讲话，哪个厂里面要你啊？啊！你得亏有工作呀，得亏现在是有陪玩 APP， 如果没有陪玩 APP， 你讨饭都难了，小姐。谢谢班班送礼物，让我可以那个什么。你这么夹着说话都是多难受啊！啊！我没夹，他们打我，你还不许我叫。我溜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幽默，再出个黑棋。他们活不长了。等等，你放慢点，让我追上你。哎呀！老叫干啥呀？你们伴伴是不是有个特长，就是必须要叫一下？嗯。我点了好几个小姐姐都喜欢这样，干什么呀？这大晚上的，得亏是我戴着耳机啊，要是被给我妈听到了，那还不指不定以为我在干啥。不是吧？你跟咱妈住一起啊？你这话说的，别搞啊！哎呦！我绕了一大圈过来找你，你又翻走了。你这样，你那个邻居不投诉你啊？大晚上的叽叽哇哇的。哪有叽叽哇哇呀？我跟我家人住的。哦，你也跟你家人住啊？吃饭没有，小姨？嗯，吃过了。饭吃过了。怎么了？那挺好的。你要跟我吃小龙虾吗？我可以请你。你长了个小龙虾，还跟你吃小龙虾？你都没见过我，你说我长了个小龙虾一样。小龙虾一份得100-200块钱，那我够我半天工资了。半天工资就100-200？那不然呢？那你这如果一天算400的话，我月入月入上万呢。对，我月入过万呢，你以为？有志青年呀！呀！我要去出个武术鞋，不然我跟不上你。你出武术鞋，你也追不上我呀！我可以翻墙，你又翻不了墙，对吧？你就知道我不能翻。你又翻不了墙，你追着我干啥呀？我 AD 给我打星啊！你保护 ADC 呀、啊，小姨。好了，我回家出装备去，先跟他走。就你这个 ID， 我如果在路人局遇到你，我必须要撩你一下。哟！哎，我刚回来。我溜了。我给你鼓掌。如果是路人局遇到你，我多少要给你整两句骚话。很可惜，点我你就不行了吗？点你不行了，点你我花钱点你那怎么行呢？你是被迫的。啊！我不是被迫的，我不是被迫的。你不是被迫的。我不是。那行吗？我们都认识了有20分钟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不太了解啊，小姐。你都聊聊你自己，老聊我干啥呀？我呀。你咋了？了解我什么？想了解你什么？想了解你365度都想了解一下，全方位了解。每一度都想了解吗？啊。好了，我死了。全方位了解一下。你为什么半上面不发自己的生活照啊？那个生活为什么不放照片呢？放了呀。没放呢。放了我那个什么穿小裙子的照片。那穿小裙不露头啊？你头。是。没有，他只让我上传那一块，你知道吗？我截了头，我就截不到我裙子了。哦。我截到我裙子，我就截不到我头了。那看样子你的裙子比你的头更好看吧？我没有。没有，像你那个裙子买一套得多少钱呢？不
贵不贵，我洗个月盘子就能挣到了。洗个盘子？你现实当中是那个饭店里面工作的呀？啊？没有。那是啥呀？我就是一个打工小妹，给人家洗盘子、洗碗、洗锅的。哦。没事，还要到人家骂两句。我不太相信啊，小姐。这有啥不信吗？哦，好，这谁？就你妈叫你洗过碗吗？我妈不叫我洗碗呢。那妈真好。下一把。